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Sharp Bike 2摇人杀2今天终于推出来了。就在我录影的当天，10月23号，这游戏才刚刚推出来，热乎乎的。现在有总共有20000多人在同时上线在玩，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。哇哦，它前面现在有一个大厅动画播放。你在 Sharp Bike 1已经拥有一些游戏通行证了，所以我们免费送给你。所以我在摇人杀1中买的东西，在摇人杀2的时候还是会持续拥有它。加入日期10月22号，看来我就是个 OG 玩家。以后5年后可以来炫耀一下，5年后的观众欢迎在下面留言说我是来自2027年的观众。哎，哇，这好酷！这以前在咬人杀一中间是个单纯一个板子，现在变成一个泡泡了。我们看看商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我一定要买，这是贝塔鸭子嘛，所以这是目前刚推出的时候才会推出的那种限量的船吗？为了成为一个 OG 骨灰级的玩家，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，5年后来炫耀一下。目前的船只感觉没有像 Sharp Black One 这么多，毕竟这游戏才刚推出而已。我们看谁会抽上鲨鱼，我有 25% 的机会。哦，毛嘴男，鲨鱼刮胡子，那翻译有够赞的。哇哦！哇哦，鲨鱼已释放，这个动画比以前做的好好哦。我感觉这是开了什么 RTX 开启之后的画面吗？鲨鱼来了 ，Bro， 为什么 ？Bro， 救命！不要闹哦！我会射你！你不要惹我！啊啊 ！Oh my god！ 不子弹！我扁你！打不到他，好烂！他没有订阅有感笔电，他没有帮助，没按下喜欢，他没有留言，他杀不死我，我快把他杀死了，我一个人单挑鲨鱼吗？兵工厂职业玩家 ，no！ 都是其他人见死不救害的啦，我一个人就把他杀了半条血，我光荣的牺牲了。我现在发现左边这个齿轮，你还可以建造船，你可以帮船取名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现在可以克制船，我现在可以克制的船就只有最基础的船，看起来鸭子船是没有办法克制的。哦，那我可以在上面放椅子哦。下面这些东西有不同的价钱，还可以买洗衣机。为什么有人在床上要求洗衣机啊？哦，还有金色的马桶啊！天哪，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一个金色的马桶啊！OK， 我现在换到一个人超级多的伺服器了，这次谁会当鲨鱼呢？9% 的这个帽子男邀请所有人。好，有一个人上船了，又一个人加入了 ，Let's go！ 你们要赢了，我一个人就把鲨鱼扣半血。我要持续的炫耀刚那个事迹好吗？举起你们枪，兄弟们！啊哦，鲨鱼在那里，看到鲨鱼了，加油，团员们，发射！鲨鱼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我们快把鲨鱼杀死了。Let's go！ 哦，鲨鱼把别队的船破坏掉了，我们要赢了最后一集 ，Let's go！ 鲨鱼被击败了，我是第二名，看起来现在还会有这个排行榜，就是看谁攻击的最多的感觉。毕竟我还要负责开船，所以没有办法拿到攻击最高的，是蛮正常的。抽到我了 ，OK， 这是我第一次当咬人鲨2的鲨鱼，我这个鲨鱼可以选，就是最基础的 ，Let's go， 最强人类成为了鲨鱼，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哇哦，这感觉画面变以前好操控很多，不小心按到空白键 ，OK， 我看到人了 ，OK，Let's go， 这操控比以前好100倍，天哪，我看到人了，杀他，他怎么飞起来了 ，Bro。Yes， 我杀到一个人了 ，Let's go。所以可以看到海上的这个电风扇，就代表船的引擎在跑，朝那个位置出发。我刚刚按了一下空白键，这小鸭鸭船速度跟我差不多。哦，好吃，接下来就你了。Let's go， 好好玩哦，我好强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人活着，那个地雷我真的不能碰吗？他 ，Oh my God， 是我。他就在那个地雷上面，还蛮 baby 的。我是不是真的不能碰到那个地雷？我不确定。但是有一艘船来了，我要把它吃掉。Let's go。这个地雷我不清楚，我可不可以碰？但是我稍微往上点。Oh my god， 这地雷我真的不能碰。但是我把这地雷上面的人吃掉了。看起来前面有可能是最后一艘船。你是跑不过鲨鱼的好吗 ？Oh my god， 他在攻击我。How dare you？ Oh my god， 他速度好快。OK， 我先沉下去，是时候攻击。Oh my god！ OK， 我等一下加速，加速攻击，
加速攻击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把船歪掉了，我把船歪掉了，全部吃掉你们！这二艘船好多人 ，Let's go， 看起来这不是最后一艘船，我看到前面还有一艘船，加速！还有谁还活着？还剩下最后两个人还活着？我还空白在加速一下，我看到了，应该就是前面那艘船了 ，Let's go， 先沉下去，我就是危险，你们没看得到我。哎，看到我南瓜，我吃到南瓜了，加上最后一位玩家了，他到底躲在哪里呢？哎，我只剩下最后13秒了 ，bro， 他好像躲在右前方那里，那艘船应该就是他了，但只剩下3秒钟了啊，可惜，我觉得我也杀了蛮多人了，而且我赚了超级多钱，465元，你看我现在的鲨鱼速度多么低，哎。这是个特别模式，生还越久，直升机就会到达。了解所有人，好多人上我的鸭鸭船了，他们知道我是最强人类。现在有我在，你们就赢定了好吗？我们这艘船坐满了蓝色的人，帽子男啊，帽子男，小心，快上来，帽子男，不要跳到船上面。各位，拿起你们的枪，准备迎战啊 ！Bro， 你会不会开船了？哦，那应该是直升机，看起来这是直升机模式。244秒后，直升机就来救我们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提前把鲨鱼杀死。我猜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咬人鲨一是没有这种模式的。哎，左一个蓝色的人突然不见了，他什么时候跳船的？我们去照看鲨鱼躲到哪里。有两个直升机，鲨鱼在附近。我听到声音了。Bro， 你干嘛跳下去了？这时候鲨鱼来的话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快上来，坐好，别再掉来掉去了。OK， 他想跟我坐在一起，他想坐在副驾驶座位，还蛮浪漫的。我现在完全找不到鲨鱼，然后鲨鱼也没有把任何人毁掉的迹象，看起来鲨鱼在挂机之类的。然后我们也找不太到鲨鱼。我要在最后时间去海里游泳，深潜还蛮美的。哎，我的船是不是开走？啊 ，Bro， 我队友抛弃我。OK， 最后时间到了。你还要登上直升机才会赢哦 ，Bro， Help， 队友们 ，Hello， 帽子男抛弃我，直接去找直升机了。OK， 我看到直升机放下了一个绳索，然后我们登上去，我们应该就可以赢了。上直升机，有人赶嘞 ，Oh my god， 啊，一秒钟，哎 ，Bro， 我明明就上来了，我这样子，哦，我走错方向了 ，Bro， 走反方向，快，直升机要离开了 ，Yes sir， 我们都上船了。这门没关好，帽子男掉下去了。那个绳索收起来，他们两个都挂了。只有我活下来了吗？鲨鱼被击败了，然后我第三名。OK， 各位，我刚发现了，原来在商店这边的话，你是可以买到这个水雷的，要699 Robux。OK， 我就直接把它买下来试试看看，因为我刚刚看这商店这边这个水雷评价还蛮高的，所以这是水雷 ，OK， 放三个啦。这是为什么刚刚有个人可以放水雷，然后站在水雷上面？我们看看这回合的鲨鱼，哇，他们现在鲨鱼动画真的做得好真哦。Oh my god！ 原来这个东西可以上去哦，大家都在上面玩来玩去哎，你看这个人还把自己掉到马桶的上面，你可以这样子上厕所的吗？我猜这应该是特别模式，各位，我看他可不可以破坏掉？哦，他是可以破坏掉的，但他可能刚刚才发现，现在时间已经不够了。你看直升机先要来了，哇，他们现在有好多新模式，而且看起来都蛮酷的。现在我地雷了，不一样了。好，我看到鲨鱼了，看到鲨鱼了，我们在远方射击。Oh my god！ 那小鸭船绝对要挂掉了。百发百中，怎么知道我在射？哦，他来了，呜，在下面射到水中盲射也射中，我等下直接过去，然后直接跟他肉身搏斗。他把一艘船毁掉了，别担心兄弟，我来了，我这边快速放置一个地雷。哦，鲨鱼在我附近，鲨鱼在哪里？鲨鱼在那里。哦，他碰到我的船了，他没碰到地雷，我在这边再放置一个地雷，他在毁掉另外一艘船。肉身搏斗，他怎么他直接离开了？他逃走了，他不敢接近我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害怕的鲨鱼，那鲨鱼直接躲起来了。哦，鲨鱼在那里 ，OK， 他在那挂了，我们赢了。我是第一名 ，Let's go，MVP 终于成为 MVP 了。其实2222个牙齿还蛮好赚的，下集哈我就会买一下这个贝塔牙齿给大家看，好吧？甚至这个火箭发射器，这总该是我的鲨鱼了吧 ？Yes sir。挑战用最烂的基本鲨鱼把所有玩家全部杀死 ，Let's go！ 各位还没有帮这影片按下个喜欢的话，如果你不想被鲨鱼吃掉的话，就帮这影片按下个喜欢。然后你留言，我会看每一则留言，甚至我会按一堆爱心留言，好吗？我都会看过去，所以拜托留言。认真模式，我是世界上最猛的鲨鱼，我就先潜在深海里面，让他们不要注意到我。
然后预估他路径，然后把他毁掉。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锁定了。OK， 第一个人吃掉，然后再潜回去，然后看到这边一堆引擎，瞄准好，按照他的路径。这个人想，这个人吃到我一点 ，Pro Gamer， 把这 Pro Gamer 先杀掉。Bro， 他在我鲨鱼上面，他怎么还活到现在的？哦，终于把他吃掉了。他刚刚站在我的上面，好像在骑鲨鱼一样。我们再继续杀人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杀掉最强的人了。接下来的话，就没什么好害怕的。空白键你要狂按，要疯狂加速，不然这个海蛮大的，你来不及杀所有人。我现在要杀了，先潜下去，等到有加速的时候再上来。好，有加速的上来，毁掉标准。Yes sir, let's go。这边有两个幸存者，他们走位不错哦，吃掉一个。哦，这边有小蠢。还想救别人，休想！我要吃掉了一个。前方看到一个引擎在那边转，然后疯狂加速，预估路径上来 ，yes， 秒杀两个人。我看到前面有个红点，那应该是还有幸存者在上面，然后他露出他的血迹了。现在只剩三个人还活下来了，我先潜到水中，然后准备好，哦，走位，然后吃掉他 ，yes sir， 吃到了。我们还有50秒钟的时间，时间有点少，我们赶快看，这海很大，然后时间太少了，我找不到人。这边我找到了，他们躲在尸体堆里面，在这里我找到了，吃掉他了，最后一个人在哪里 ？CLN 在哪里 ？Go， 又是剩下最后一个人没有杀死 ，Oh my god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预设的这个鲨鱼它的速度叫做一格而已，所以还慢。到时候我存到钱之后，我就会买一个比较速度比较快一点的鲨鱼。OK， 各位，那我看差不多就今天这剪影片啦。喜欢的话按下个喜欢吧，然后可以考虑订阅。如果你们想看到更多的话，《咬人鲨2》还蛮好玩的，蛮推荐给大家的。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笔电 YouTube， 我是油干笔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